十七岁的梦真的有迷茫，举起意外的走向，冰与火的热烈碰撞，推开青春年少帷幕的开场，陪伴的时光坚定了梦想，心事暂时都隐藏，虽然一路跌跌撞撞，莽撞的青春从来不怕受伤，慢慢学会勇敢坚强，幸运有你一起成长，约好未来也一起闯，追梦路上成为更好的模样，长跑赛场胜利分享，微笑够张扬，描绘我的超级梦想，邀请你将夜色贴上，心间自己传递力量，装满了向往，渴望我的超级梦想，我们相会未来远方。吃饱了吗？吃饱了。对，还有考试啊，千万不能紧张。还有，对啊，身份证、准考证带没带呀？带了，带了。你不是问了我一早上了吗？你怎么不问我脑袋带没带？那你带没带？带了。行了吧？啊，你就放心吧，这时间也差不多了，好不容易车我们就早点出发了。好，行。那奶奶，我们就先走了。好嘞，哎呦，别担心，放心吧，奶奶。好。好，加油加油，这样走了，拜拜拜拜。这是老马街头第一家米糕店卖出的第一碗米糕，也吃了保准高中第一碗。妈，你要不要这么夸张？这是你妈妈早上五点钟起床出门去买的，今天高考必须吃。好，有点烫，尝尝啊。吃了把这运气都弄掉了，就他一个人吃。我吃不完。也要你吃。别紧张，放心，他就能考出好成绩。来，加油加油。爸，那就先进去了。儿子，好好考，要把握好时间，一定要认真审题。知道了。儿子，加油，爸爸相信。知道了。放心吧，爸。仔细审题，别着急。知道了吗？来说说。哎，东东，哎，嫂子，哎，快进去吧。嗯，好好考啊，东东，加油。嗯。哎呀，哎，叔叔好，快进去。快去，放心吧，妈。哎。哎。拜拜。你也来陪考啊？那可不嘛，人这一生啊，就这一次高考，再忙也得来啊。就是，高考虽然是高考，但是不能怕。那不是纪纲吗？考试的时候呢，一定要沉着冷静，加油。这时间过得真是快。好的，张主任。你说当年的毛头小子，今天坐上主任，那也是有模有样的啊。比考生还紧张呢。我们也紧张，哎呀，我都紧张死了。蓝静辉。哎，徒弟请进。这么早就来了，怎么样？昨晚学习好了吗？精气神倒是不错啊，吃没吃饱？那必须吃饱了。你准备好了吗？我准备相当好啊。就是蓝静辉，辉哥，来这么早？你们不也一样吗？这么重要的日子，那当然得早一点。那人都齐了，走吧。哎，你们见班长了吗？那不在那儿呢吗？班长，
今天别紧张，好好发挥。嗯，必须的。这个给你。这给你。谢谢。梦姐。慢一秒。林东，加油。加油。你也是啊。我们经大见。放心吧，我们仨没问题的。嗯。芊芊快过来。那就天台小分队高考加油。来。哎，等一下。梦雨过来。快。来。好，三二一。高考加油，全剧必杀。想了，这怎么可能不知道呢？考都考完了，想有什么用啊？刘总，考怎么样？我不知道啊，我也没去想。不是，为什么都不去想呢？考都考完了，想有什么用呢？那走吧。啊！放假了。10块钱两本，买一送一，快买吧。随便看看。书中自有黄金屋，一定要好好看一下。哎，不要抢啊！哦，没事没事没事，谁还没有？看呢，现在差不多，我也这样。这群女生至于吗？基本旧书就抢成这样，我这不是旧的吗？这你就不懂了吧？人家林东的书上沾染的都是学霸的好运。去，要我说就是浅薄，有那个时间看会儿笔记，做做功课不好吗？我同意你这观点。没事没事，陈学长的还在那，走走走！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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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哎，别着急别着急！有没有蓝静辉学长的书啊？蓝静辉？对啊，听说他可是我们学校的锦鲤，从年级倒数第一到最后一次模拟考试，竟然进步了511秒，这不是锦鲤是什么？倒数第一说的是我吗？倒数第一不是你是我吗？已经没有了。锦鲤在这儿呢，来来来来来。别急别急别急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学长能给我衣服签个名吗？我要穿着它参加高考。学长，我可以拍下你的头发，我想做个好同学。学长，我可以拍下头照吗？我想拿来做手机屏保。不是吗？我想当手机铃声。全年级第一，找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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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找你能学的也一样，你能学的也
这些都是你的吗？梦姐，徐梦雨，都帮我包起来，我要了。你确定啊？怎么，不肯给我？不是，你要这些干嘛呀？都是篮球球衣啥的。你一共有三次叫过我的全名，第一次是我抄袭被发现，你来我家找我；第二次是在湖边看星星的时候；第三次就是刚刚。你记这些记得这么清楚干嘛？其实这些东西，在别人眼里可能就是一堆破烂，但在我眼里，这里每一样东西都是曾经伴随着你追寻梦想，都是你青春里最美好的回忆。我觉得还挺有收藏价值的，说不定以后还可以当做我写作的素材。你就说给不给吧。呀，给给给，但是你可要帮我保管好，我以后可是要成为中国球王的。好啊，那你快帮我打包吧。好。说吧，叫我过来什么事儿啊？晴天，这个给你。怎么了？你不是最喜欢这个口味吗？确实是我最喜欢的口味，但是我就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每次买奶茶总能买到我最喜欢的味道？还有，为什么你会突然跟我出现在同一个补习班？这些都不是巧合吧？我知道你根本就不住我家附近，我还知道你每次送我回家根本就不顺路，可是你还是会每次都送我回家，这到底是为什么呀？不说是吧？那刚才有两个小学弟送给我两封交友信，我要不要回去拆开看看？都不准拆。为什么？晴天，你真的不记得我吗？其实我们很早就认识了。啊？还记得小升初那年暑假吗？你在一个巷子里帮助过一个瘦不拉几的被欺负的小男孩。啊？那个小男孩就是我，你当时像一个女侠一样出现，太酷了，大喊一声把他们都吓跑了。那是因为我嗓门大，他们怕我喊人呗。其实我一听到你的声音就认出你了，感谢你那天为我做的一切，所以我决定每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一定在你身边。你不早说，原来你就是为了报答我呀。那我本来就嗓门大，帮助过的人多了，我哪记得呀？其实一根棒棒糖就可以解决的事儿。这是你给过我的棒棒糖，我都存起来了。你这是？我喜欢你。那张好看，那肯定的。哎，这个不错，感觉出来了。各位高三的毕业生，马上就要开始拍摄毕业照了，请速速到门口集合。毕业照了，那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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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拾收拾东西。好，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看我镜头哈，拍的时候不要眨眼睛哈。好，来，啊来，大家后背挺直啊，一、二、三。耶！
完全不摆啊！心机，你俩啊，心机真的是，好好来一个，来来来来，重新来，最丑的一定要最丑的，最丑了最丑了，没事，你不用动，你都成。你快点快点快点，来来来来来，三二一，好了，最后喊一个毕业万岁，毕业万岁。终于完了，脸都笑僵了，就这么结束了，好像你缺点什么。那你们想不想给陈俊留点最后的纪念？你又想搞什么？小分队跟我来，走。谁在篮球场奔跑青春？是谁在课本里翻动年轮？是谁在一张张试卷推敲着答案？怀疑过人和人有不同的天分？是谁在单车上惊慌失态？是谁在音乐里唱错节拍？是谁在一场场比赛学会了勇敢？只愿做不放弃不害怕的小孩。一二三，你和我闪亮登场，乘风破浪，摇滚吧，付出加倍的努力才可以获得。
这是一段永远都不会重来的时光，一定要好好珍惜你们身边的人。青春无憾，只要努力就不会后悔。青春无憾，只要努力就不会后悔。高考意味着高中时代的结束，但我的青春因为遇见了你们才变得与众不同。有的人不管摔得有多重，都有重新开始的勇气，有的人会为了你和全世界为敌。有的人会跟你分享所有的快乐与悲伤，有的人与你擦肩而过都带着小心翼翼。有的人会给你解开每一道难题，有的人会帮你挡下所有的恶意。我一直在遇见不同的可爱善良的人，又锲而不舍与他们分离。我发出了许多认真的声音，也得到了许多真诚的回应。那些发生过的故事，遇到过的人，都会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永不完结。豆豆，你也想知道姐姐的成绩吗？你就不好奇吗？反正再过几个小时就要出成绩了，不管结果如何，我都会坚持我自己选择的路，对答案没有意义。你还是以前那个肖小画吗？是更好的肖小画。喂，下来吧，我们俩到了。哎，你说我徒弟他是不是不敢一个人查成绩，所以找咱们俩来壮胆？你也没好到哪儿去吧。我怎么了？那你懂什么呀？哎，我说用得着这么紧张吗？能不紧张吗？我长那么大从来就没有这么认真过，学了一年多，这要是考不好，考都考完了，紧不紧张成绩都在呢，别想那么多了。就是，你看人家小画现在多好。合计你不是找我们俩来陪你查成绩啊？那你找我们干嘛？高中三年呢，我有一个遗憾，本来是可以完成的，要怪就怪这个蓝静辉没有责任心。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啊？咱们认识的第一天你不就说要教我骑自行车吗？现在车我可买好了。就这个事儿？没问题，这两天师傅我让你教的实至名归。走。你有没有发现这条路比原来更好看了？都走了三年了，你现在才发现？我怎么觉得一点变化都没有？以前每天走这条路的时候，不是赶着上学就是奔着回家，都没有仔细看过这条路。高中过得好快啊，以后我们仨可能就很少有机会像这样在一起走这条路了。哎，你们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在那边相遇的时候吗？
我记得啊，我当然记得，就在那个路口。那次幸亏是我报了警，要不然这小子没准就跟那个司机打起来了，可能还会被退学呢。你说，是不是我救了你啊？你听听啊，徒弟，这个人当时有多坏。他明明都已经看见那有摄像头，而且已经报过警了，他还不告诉我们两个，让我们俩留在原地。哇，真的是，不是我，不是我当初感化你啊，能有你现在这个人模人样吗？什么叫你感化我啊？搞清楚，是我救了你。哦，像你这么一个冷漠无情、自私的人，如果不是我跟你做朋友，谁会跟你做朋友啊？那请问是谁在两年之内啊，辛辛苦苦的把某人的学习成绩一点一点提升上去了？那是因为我打小是聪明，天资聪慧，脑子里事儿。好了好了好了。哎，那这样想一想，我们那个时候还挺好笑的。哎，我觉得最好笑的一定是那一次，天上掉下个蜘蛛侠。你们看着好笑，我腰疼了好几天，真的疼。啊，我咋这么想起来？我高中还留下一个遗憾，我到现在我都没有找到换我那封信的人。恭喜你。现在没有遗憾了，是你。嗯，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我告诉你不可能，因为我当时我就对比过你的笔迹。我就说你是大傻子吧，我是用左手写的，你看你是不是？啊，原来那封信真的在你那。不对不对不对，那不还有一个仰慕我的人吗？是你写给我的，我写给林东的。好啊，小瑶啊，你从开学第一天起就……好了好了好了，你不是说要教我学骑自行车吗？这都快大结局了，你还不教？谁告诉你大结局了？后面还有呢。上车，来吧，来扶好了啊！嗯，三二一，走！冲呀！冲呀！请继续努力。回首这段青春，让人骄傲的并不是一张张录取通知书，而是那一个全力以赴不曾放弃的自己，还有那些陪伴在身边的少年，带着最青涩的模样一起走过了最美好的时光。
不好意思啊，我迟到了，让你等这么久。没关系，我也刚到。哎，你知道这有多远吗？我换乘两次地铁才到。给。谢谢。我还没说完呢。你知道今天地铁有多挤吗？我妆都挤花了，你看我这个痘。不行，我得赶紧补补。帮我拿一下。高一点。怎么样？完美。怎么了？我想尝尝你那杯奶茶。走吧。头发怎么了？粘到脖子上去了。王一鸣，王一鸣，是孟雨。你们怎么还迟到呢？我这做学弟的，我都不迟到，你们比我们还晚。哟，马一鸣，你这复读一年考融大，说话都有底气了。那当然，我这正儿八经大学生现在。哼，夏天天，没想到都上大学了，你还是那么爱吃。你管我，这是我毕生的追求。走吧，走吧，你快进去吧。你别跟那儿追求了，你再追求你跟他一样。滚，马一鸣，你闭嘴吧你。说两句说不行了，你再侮辱我！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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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怎么才来呀？啊！小花，恭喜你啊！没想到你真的在这儿办了画展，也恭喜你呀！新书出版了，我现在可是你的忠实书迷。真的吗？那当然，我们学姐那现在年轻作者 top one。别吹彩虹屁了好吗？哎，蓝秀辉和林东呢？他们俩没跟你们一块来吗？他们还没来吗？我以为他们都到了。准备好了，可以开始了。哦，好，我马上来。好的。既然这么重要的场合他俩还迟到，要不别等了，小花，快去吧。好。帮你整理一下。谢谢大家过来参加我的画展。这次画展我起名为《芥子时光》，来记录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旅程。每当我感到迷茫、困惑、停滞不前的时候，都能从中汲取到力量。因为珍惜，所以我用画笔记录下来。学校的操场，林荫路旁的梧桐树，写不完的作业，可看不腻的笑脸，还有骑着自行车的白衣少年。感谢这段旅程中陪我走过的那些人，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才让我这段微小的时光散发出经久不灭的微光。就在两天前，我国第一批载人航天飞船天问七号成功登陆火星。这次成功登陆对于我国航天史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下面让我们来连线两位宇航员。
大家好，我是一号宇航员蓝静辉。大家好，我是二号宇航员林东。现在呢是地球北京时间的3:15，我们向地球上的同胞发出问候。大家好，今天是我们高中同学肖小画的画展，很遗憾我们不能亲自赶到现场，但是没关系，我们在太空向他发出问候，祝他圆满成功，画展圆满成功。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呢正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中进行星际旅行，眼前的风景确实很优美，非常优美，让人不禁一次次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人类在浩瀚宇宙当中的渺小。确实渺小。非常渺小。我刚是这词吗？咱俩是不是说错了？我抢了你词儿吗？不是，我记得你那句话是我说的来着，稿子都可以。剧本，看一眼剧本啊。我这一场是，我这儿。哦，对，确实，我们看从这儿走。你看，我说，你说，确实是渺小。我应该再多说一句。哦。蓝静辉、林东，你俩给我出来！哎，他俩在这儿呢，我刚没看到啊。在这儿呢，真来了。请问？你俩在我的画展上搞什么呢？不是我俩啊，这是他的主意，他觉得你的画展应该有一些宇宙氛围，这不是为了给你准备一点惊喜。你管这叫惊喜？哦，徒弟，你有没有觉得看完这个视频之后整个画展变得高端了些许，而且格调一下子就上来了？那你告诉我，它高端在哪，格调升在哪？这可是人类从星际旅行当中发回来的贺电，全球独一份啊。那我现在把你俩送回去，还来得及吗？哎，我都你站住！站住！站住！
初夏的风，阳光早朝梧桐，捕捉顽皮的萤火虫，世界因你不同。衬衫吉他篮球，裙摆长发温柔，至今那是青春年幼，太多片段带不走。你是否抵达梦的路口，是否不再随波逐流，微笑梦想炙热依旧，总有发光的时候。你是否活得要个自由，是否能够愈合伤口，明白这段旅途绝无仅有，在许多年以后。衬衫吉他篮球，电台呐喊自由，至今那是青春年幼，太多片段带不走。你是否抵达梦的路口，是否不再随波逐流，微笑梦想炙热依旧，总有发光的时候。你是否活得要个自由，是否能够愈合伤口，明白这段旅途绝无仅有，在许多年以后。